11月30日，广西全区公安民警警务实战技能大比武在广西南宁举行。来自广西16个地市的100多名公安干警进行了业务技能大 PK。当天的警务实战技能大比武进行了特警技能与战术对警、4米高墙越障、擒敌术与盾牌团体操等项目的比拼。其中，玉林市巡特警队员表演了硬气功技惊四座。随后，巡特警队员还进行了太阳穴碎砖、单掌劈砖、头劈石板、掌劈石板、巨石砸壁、钢筋刺喉等硬气功表演。此外，柳州特警的特警技能与战术队形表演同样精彩。只见数十名特警队员迅速分散开来，验枪完毕后，步枪手、防爆枪手、撞人枪手三枪协同配合，组成六路战术、菱形攻击等队形，在整体推进中交替掩护，对行进中出现的目标予以清除，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